真没出来，我 AW 的。 我想卡他 Q 出来的那个极限的时间，然后开那个 W 的，就我第一时间没 W， 先卡一下，别沉默了，就他开 Q 的一瞬间，我开 W， 可以把他那个加速给拖没，比较难弄这样。 把他越了，看能不能外线Q起来。 好急！急什么？是谁盖伦先选的？ 这你还能记得谁先选谁后选的？记忆力有点好呀！我都不记得谁先选的，是他先选的吧？ 他还有闪现啊，闪现还没交呢。我不会屈服暴君的命令。好啊，懦夫。 非常的干脆啊，一刀直接一刀斩，这波 A 的有点慢 ，A 的更快一点。 不回家，在此地，如果埋伏他一手，哎。<音>
小张走，闪现一拉，哎，打，我挂进去，哎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给你又补了一个刀啊！应该盯着那个小兵的，可以让他少补一个刀，给他多补了一个，很烦。 去屠场吧！别靠太近。哦，盖伦怎么去刷野了？ 不开大都不知道，盖伦已经去刷野了，什么情况？读下来好了。 战争的烈火。 我站在果子这里啊！你来我就吃果子，看他怎么说，他来不来，来我就吃果子，不来我就走了。我有果子在，根本死不掉，直接吃完就半血了。 那为什么不直接吃？那他不来，那可以回家快一点吧。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扔掉你的中心吧。 给我这个蓝烫死喽！你还是不行。
让他休息一下，转的有点累了，啊、嗯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挑衅我啊，这家伙！要挑衅我啊！再买个板甲，我靠，直接跑快快开起来。拉回来，哎哎，假装，打我！小丑东西，我操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拉不到啊！还好有果子。拿过来，哎，这边，哎，拿住，把那个。我想去抓女警的，怎么碰到一个提莫了？他可是预判意呢。我让君王的诸神消散，混沌吞噬大地。啊！都没挂上这个 W， 我以为挂上了，我加 R 了。有多了块肉？没挂上，他要是停过，他的没这个鞋子，没两级鞋跑得有点慢，我全是遗珠。他有点跑不过我，安妮应该在后面，我先跑了。你别太过分了，女警。不要太过分了，你有点过分了啊！我要警告你一下。好奶，凯旋，凯旋。凯旋为什么不救我啊？凯旋呐！我想 Q 清兵的，我清不了，我操，早知道不清兵了。这奶妈奶我一口还奶挺多的。我的伙伴，他不是你的伙伴，他是我的伙伴，他就救我了是吧 ？OK。凯旋不是我的伙伴，是谁的伙伴？
这样子啊？偷懒，不是我们家的懒吗？ 真该死啊！这女警又要，他在恶心我，他在恶心我啊！我受不了了，冲！等一下技能 CD 啊。 啊！这就给你秒了。 这是什么好东西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哟，直接飞过来。OK， 我去下路吧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放 Q 的一瞬间。 直接拉，冷静，哎，拿个外伤给我，哎，灰飞烟灭，灰飞烟灭 ，OK。